我叫贺广志啊，是一名脱口秀演员。你27岁一直单身，对，这不就来您这儿？我们16号女嘉宾吸引着我，想去探索她，了解她。男嘉宾喜欢我会给我力量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特别喜欢幽默男生，他需要的是我这种类型。下次还来吗？我不想走都。官方山楂树下，非诚勿扰，本周6晚播出。